老大，你送大嫂这些礼物也太普通了吧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老大此举叫礼轻情意重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尊重蓉儿，就要从尊重他的梦想开始。他既然想参加射箭大赛，那我就要支持他。哦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咱们老大才是真男人。咱们这次的爱情拯救行动步步戳心，大嫂肯定能够回心转意，不能自拔。废话讲完了，哎，回去干活去。哎，老大，我还能干点别的吗？接着干。